我们最后这个影片呢，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把它播放幻灯片？播放幻灯片，稍微从头到尾再去观看一下，从头开始来看一下好了。Welcome to YMU 国立阳明大学。首先打开浏览器，然后输入国立阳明大学。接下来呢，是不是就可以点第一个超链接，就到国立阳明大学这个网页了？然后接下来呢，我是不是可以把它发布到脸书上面，或是把它发布到 YouTube？那针对我们今天课程，所以我先发布到 YouTube。所以它这边要求说，您要去注册，您必须要去注册，所以就输入自己。好，然后我已经阅读了，然后开始注册，然后接下来请命名您的幻灯片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我的幻灯片就是如何找到国立阳明大学网站。然后这边是不是上传到 YouTube？上传到 YouTube，这边有分 Basic 会带有 Kizo 的 logo，然后 DVD 它会不带有这个 logo，然后 PRO 它会有，可是这两个都是要钱的。好，所以没关系，我们就用 Basic 上传到 YouTube，然后接下来呢，YouTube 是不是？必须要有标题跟什么视频的一个描述，所以这是应该说这是利用 Hero 制作的影片如何？找到国立阳明大学，好，上传，好，选择您的账号。那例如说，我是不是选择这一个？然后他就说，那这两个可不可以建立关系？当然就要选允许。好。那这样子的话，他说您的幻灯片将会很快出现在 YouTube 上，您的视频上线后，您会收到一封 YouTube 的确认 email，这就是把影片上传到 YouTube。好，然后关掉。这就是我的第一部影片，我的第一部影片，还可不可以再新建？其他的幻灯片可以，好，请你们现在动手去完成自己的影片吧。